桃园一个四岁小妹妹趁爸妈午休的时候自己跑出去散步，回家的时候发现公寓的大门关起来了，但是小妹妹非常的镇定，警察帮她叫门的时候她还提醒警察哥哥说声音要大一点啦。有人在吗？不是别人，要再大声一点，是吧？警察哥哥，你太小声了啦！女童一声令下，霸气指挥，但稚嫩声音和超萌语调让在场远景的心瞬间融化。原来女童家里就住在这栋公寓楼上，只是大门被关起来，她回不了家。小女孩非常冷静，还指挥警察哥哥要怎么带她回家。一直跑，去哥哥那边。派出所啊！楼梯一层接一层的爬，女童看来完全不喘，都是警察哥哥，你累了吗？好喘啊！快到了，你好独立，好棒！独立个性，连远景都大感惊讶。到了家还自己拿出证件要给警察哥哥看一下。对，那个健保卡，对。你好聪明啊，四岁就这么棒啊！应变得宜的态度，很难想象她才四岁，只是为什么小女童会突然被关在家门外？原来这名四岁小妹妹13号下午趁家人午休时自己跑下楼溜达，不小心将铁门关上，邻居以为有小孩迷路，才连忙报警。家长因为发现小女孩不见，已经出门寻找，警方便留下字条，那先行将小女孩带回所里照顾。好在女童父亲立刻赶来派出所接回女童，结束这场散步惊魂。只是回想起这画面，有人在吗？不是别人，警察哥哥真的被征服。记者日常台湾报道。